朋友们好，这里啊是这个洛杉矶河，你看这是上游是这个张海大洪水了，因为我们这里连续下了两个星期的雨，这平时都是很少见的。整个加州的话，尤其是北加州都是洪灾很厉害，整个加州都进入这个紧急状态。平时我们这个洛杉矶河里面是一点点水，这是我是第一次看这么大的水。我是站在这个桥上面，拿着这个雨伞，顶着雨伞这个拍的视频。你看，这是这个街道旁边的这个水啊，就流下来，新闻瀑布，人工瀑布。你看，现在真的下很大的雨。好大的水了，平时这个洛杉矶河里面水只一点点。一丁点，就像中国的那个小溪一样，所以它下雨的时候，这也是一个排水沟、排洪的渠道。谢谢观看，再见。